我们站会组织一个亲友来队日，一种开放的形式，想邀请我们站的可能说是亲属呀，包括你们也可以邀请到自己的朋友，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，我们就像那天搞哪些环节，我们之前举办过这种活动，搞烧烤啊，可以邀请大家展示一下技能呀，找朋友来给他讲解灭火器的使用，让他体验一下灯笼吧。真拿当朋友就得让他体验灯笼，对，真朋友就得了解一下有多辛苦，先好吃好喝给整上串什么的一顿吃，吃完了之后说接下来我们干什么，灯笼开始，有点残忍了，有点残忍，有点太残忍了，咱们可以组织一下比赛让大家观摩一下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，然后你们好好大勋呢？没来吗？没来。进。是这样子的啊，就今天是一个亲子来队日嘛，为了体现我们灭火救援三班一个严谨的作风，接下来啊，班长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：第一个，把你们的被子整一整；第二个，把就卫生搞一搞，搞一搞，地拖一下。到时候你要带大家参观的。好好吧，兄弟们，要好，开始整起来吧，兄弟们。对，看看要不拖地交给我。你想拖地啊？嗯，这种我合适。不行啊，咱们得坐在床上，不然他这一脱一走又脏了，可不吗？哎，我也很想帮他，但没办法。辛苦了，便便。没事，小细活干不了，这个还行。咱们修剪委员还挺厉害的。哇哦！一沾上床有点困了，同志们。小朋友，你站好，两手贴好。可爱，好可爱！是你的孩子吗？对，这是我儿子。好可爱呀！来来来，我们到这边，到这边集合一下。Hello， 你们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哎。这地怎么又脏了？到时候你要带大家参观的。我们先到三楼。